酒店叫石秀花，他以前已经来过了，现在已经是第三次来了。本来说是吃不下饭的，吃不下饭。嗯，本来是很瘦的，现在都比以前好点了。嗯，第三次来了，现在能吃点东西。姑娘，怎么样？伙食怎么样？伙食很好。很好。你是第几次经济都做了？第三次。为什么三次呢？前两次都没有戒掉。戒掉了，戒掉了，出去。出去以后又不行。又跟朋友在一起。啊，那么家里，你现在家里什么情况？是昆明人吗？是昆明人。哦，结婚了吗？没有。没有。今年多大了？二十。20岁，妈妈来看过你吗？没有，还没有。没来看过你。父母从小就离婚了。从小就离婚了。哦，那么你是跟你母跟你妈妈过还是？我是跟我父亲。跟你父亲在一起。哦。哎，不就是？哦，那么你就说，等于他这个吸食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不幸。嗯，对。父母不管他，他一个人在社会上。一个人在社会。干那些就是。扒窃啊，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小偷。你从心里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我也想做一个正常人。不过像他这样，应该是属于社会问题。对。如果他有一个，我就觉得是个社会问题。如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的话，他是应该可以戒断。那么你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个青年，从本质上是好的，是吗？是好的。我比他大几岁，我和他还是能沟通的。他也不愿意干小偷啊什么的事，整天提心吊胆的。你就怕被哪里抓到啊？他自己也想安安定定找个工作，好好的过过，做做人啊，这个是，成立个家。来这多长时间了？来了10天了。你是吸鸦片的还是海洛因？鸦片。有没有决心戒掉啊？把这个烟？哎，戒心了。啊、哦。然后一给它改掉了。在我们采访过的戒毒所，几乎所有来戒毒的人都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甚至还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脱离苦海的决心。这些年轻人呢？让上毒瘾以后，有些人呢也想改掉，像他呢曾经下过决心把自己的手指砍下了，表示要坚决改掉呢决心。问他这几个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啊？抽白粉了。抽白粉不想抽吗？想要戒掉了烫个烟头吗？我听了讲，一个对不起妈妈，一个对不起爸爸。伢一说那样的，是不是其实到这个地步说吸毒那样是最怕死啊，我就认为不活嘛，这种你怎么心里很忙？我啥心感受的，说老实话的，我自杀过。为什么戒断毒品如此之难？医学家们首先向我们揭示了，人一旦吸毒之后，身体和精神对毒品强烈的依赖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一批依赖性实验，就是这个目的。每一次呢，就是为了探查这个猴的身体依赖性的机理。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呢，这个像海洛因、这二氢艾德非，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阿片类的这些毒品，那么人呢，通常都是一开始啊，或者吃片剂，或者是烫吸，他随着那时候的发展呢，他为了追求那种新快感，那么他都要发展到静脉注射。这是呢吸毒者的几个过程，只要不用药，那么停掉药物以后，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身体依赖性症状，我们称呢叫做戒断综合征。那么最早表现出来的，你比如像不安啊，这个烦躁啊，流言流泪，这些症状呢跟人基本上表现一致的。那么特别是到厉害的时候，你呕吐恶心，然后腹痛可以抱着腹，然后呢在床上打滚，就是生理上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我们人身体里面，特别是人脑子里面啊，就有类似于吗啡的物质，是我们保持个愉快啊，精神这个很好的状态。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如果你吃了好多海洛因，海洛因到身体里面成为吗啡，那就代替了我们自己的内源性吗啡了。这时候如果突然一停的话呢，自己的身体里面内源性吗啡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你就感觉到很痛苦，少少的很痛的东西你觉得很厉害。药物依赖性呢，从科学来讲呢，它是分成两种表现方式，一种呢叫做身体依赖性，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叫精神依赖性。这精神依赖性啊，是在整个目前认为是在决定这个药它的这毒品它的毒害程度是最关键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啊，要做实验的话，不能拿人做实验，特别是像精神依赖性，动物它没有精神，你怎么表达呢？那我们就设计出一些办法，这个办法大概是国际通用的，是吧？得搞一套装置，也就是说先把那个插管呢插到在血管里头，然后呢给它背着一个铁包，这铁包是保护它，让它别抓它那个管，然后这个管呢就你看就连到那个装置里头，就连到泵，是吧？这猴子只要踩那个踏板的话呢，就等于是接通电源，踩一次就给它自己打一针。海洛因的话呢，我们做的结果啊很清楚的，他猴啊很快就形成了对他就上瘾了，这一上瘾表现呢就猛踩杆，是吧？海洛因它可以踩到啊，一天可以踩到上千次上万次，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说他对这个海洛因有强烈的那个渴求，是吧？表达出来，因此呢这跟人的表达是一样的，是吧？人的话呢，也是吸毒者，他千方百计的他的念头老想用这个，而且一旦是吧，按照现在国际的理论，一旦沾上海洛因以后啊，要想把这个根把这个念头就那个强烈的渴求感去掉的话，认为是可以说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它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目前认为世界上是现在有三大毒，为首的就是海洛因，第二位是可卡因，第三个是大麻，但是海洛因是最严重的一个。今天的精致毒品毒性之剧烈，已远非当年的鸦片所能比拟，而千万个吸毒者们正生灵涂炭，渴望着走出地狱。五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建造过一只诺亚方舟，救助他们到达了新生的彼岸。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否还能建造出这样一艘救生的船？叫啥名字？叫啥名字？溪水。我去。哪处？哪处？哪文化？泉州。第几次入所？入所戒毒的绝大多数是青年人，有的在登记时还处在发瘾状态。那么再严重下去会怎么样？再严重下去就骨头过来了，情况不好，有的人会抽血，休克，休克，休克，抽血，抽搐，啊，抽搐。他这是刚开始，这是刚开始发作。如果不服药的话，还会更严重。更严重。那么服了药以后呢，会好一些。慢慢的缓解起来。好。来几天了？昨天下午来的。睡吧。这一次他是自愿来的，这一次来的是他的习惯，没有打手了。如果有打手，他还不再来。他是昨天来的，这个瘾比较大。因为现在正在发的瘾，刚刚把药吃下去。你现在什么感觉？现在感到好了。吃这个药吃了多长时间了？啊？这个药吃了多长时间了？吃个好几次。啊，那你觉得管用吗？管用呢。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不在。没有副作用。对。药物脱瘾这个问题呢，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戒毒工作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药呢，各个戒毒所所用的药都不一样。主要就是说没有成瘾性药物的这种药，那么减轻吸毒人员的这个戒断痛苦。那么我们前三用的这个戒毒药总共十几种吧，这些药呢都不含有成瘾性药物，那么戒断效果很好。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药物治疗后，他们大都在生理上暂时摆脱了毒瘾的纠缠。入所以后呢，我们对他们进行脱瘾治疗以后呢，到出所是90天，有的在100多天以后呢，体重最多的是增加
22公斤。来到这个里边嘛，饭量好了，饭也吃得了，体重在家里快了。我来了六七天，后来找啥子，恢复的还好。那你呢？现在身体有什么不适没有？没有什么问题了。怎么样？感到身体有力量吗？有力气吧？比以前激动的时候好一点。那你们去做什么啊？我们是干活的，做生产的。戒毒以后能不能干活啊？可以，3天以后就可以活动了。戒毒者们在出所时的健康状况，大多与入所时判若两人。他们彻底戒断了吗？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毒品对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严重毒害，却不是几个疗程就可以清除的。要彻底戒断毒瘾，绝非这么简单。他们中有许多人竟是第二次、第三次来戒毒。能把烟瘾戒掉吗？作为戒毒师的话，很有些，反正我戒几次了，我都是在这个地方戒掉，就吃了又上瘾了，上瘾了又吃了。吃一口就等于一辈子都完了。吃素多长时间吃？8个月了。8个多月。嗯。八个多月吃足10多次。嗯。干啥？嗯。这才有15岁，要是行刑抓住他了嘛，啊，改了回来以后呢，又喝了几天，开始又服吸毒品，搞这个毒自来烟呢，先后打起两次重大案件，那就被收审了，收审没保不。你是几次戒几次服吸？从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非常想戒除这个毒瘾。就是如果说你在戒毒过程中也不能排解这种对毒瘾的这种想，倒不是说那个是药物的那个依赖性，好像它是在这个思想里边哈，在脑子里边储存的一种东西啊。打个最简单的比例来说，就说好像到你们北京去哈。就说吃那个烤鸭，没吃过的人好像一辈子没吃过也无所谓的，吃过的人以后一看到烤鸭就联想到，哎，那烤鸭最好，条件反射。对，1个多月它治疗效果能达到什么？它基本可以完全脱瘾，就是呢恢复个人身体健康可以了，能吃能睡，但是心理啊，心瘾啊比较难，关键的就回去以后长期的自己恢复。所谓的戒毒药就是针对这个戒断症状，然后减轻他的痛苦，很快的把这个症状消除了。但是消除以后呢，还是一个成瘾行为并没有克服，他遇见这个相同的环境或者其他的朋友的影响，那他又重蹈覆辙，又复发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有很高的复发率。这就是戒毒之难的症结所在。生理的药物脱瘾仅仅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心理、精神和所处的环境、社会不能再有让他们依赖毒品去麻醉自己的土壤和条件。它难就难在这里。你戒掉了怎么又复吸了呢？心烦呢，为女朋友心烦呢，为金钱心烦呢，怎么会复吸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嘛。无聊啊，无聊。你读的时候怎么会复吸的呢？这个环境，环境，就是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如果是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外面的这个吸毒的人还在这样多的话，那就难免。为什么戒毒者的复吸率如此之高？如果说他们最初吸毒大都是因为无知和好奇的话，那么复吸的原因就不那么简单了。把毒戒掉了以后，回去回哪儿呢？回家，回家，流浪采访喽。现在回去，现在是个问题。现在劳动部门呢也不管，纪委他也无力来管，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些戒毒人员呢，出所以后，回归到社会上以后呢。由于社会上呢还有大量的毒品在这个泛滥，还有毒品的销售市场，所以呢这些人很容易得到毒品，所以呢他们也就是很容易的就是再重新吸毒。我们禁毒禁吸工作呢抓的起步比较晚，社会上呢各有关方面呢对这项工作来说呢还
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管理教育的体系，所以呢跟不上以后呢，就使得呢这些吸毒者出去后呢又重新又吸毒了。有一些家属嘛，他说不要了，交给你们政府了，交给公安机关了，你们杀也可以，你们杀好叫我们去买尸体，我们去买呢，我们不说你们政府啊，有一些家们是这样说的。如果是西藏以后回来，这个环境对他不好的话，那可能他还会再吸毒。有些单位呢，就是对戒毒人员呢，采取这种歧视的态度。我们去联系给他们安排工作呢，他们觉得呢，好像吸收了这帮吸毒人员呢，他们就是单位上面很没有面子，所以一般都不愿接收。我们呢尽量做工作，尽量通过政府部门呢。帮我们协调。为什么是年轻人多呢？因为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呢都是没有职业啊，闲得无聊，而且呢年轻，一个是文化层次特别低啊，他们那个没有工作，然后呢互相在一起互相影响。为什么现在这个吸毒者的复吸率会这么高呢？从社会原因来讲，我觉得也是复杂的。比如说离婚率也相当高啊，有些人呢就觉得也是非常伤心了，再次的去用烟毒来这个麻醉自己吧。有一些家长我觉得呢也应该引起警惕，他们只追求啊让自己的孩子去赚钱啊，去能赚钱就是有本事，那么赚来的钱怎么去花呢？不是为国家为人民在做些好事，怎么能挥霍，咱们摆阔气就行了。是在夫妻的人群里边呢，就是有一些个体户或者是闲散人员比较高，这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包括大量的待业青年闲散人员，他们流入城市是吧，当然对城市的建设会起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不加强管理，我觉得呢这就会诱发一些人赚了钱就去夫妻，就会啊跟这样一些这个吸毒的人，甚至于受贩毒者的引诱而再入歧途。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两手都要硬是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在政治思想教育这方面的抓的是很不够的。青年来讲缺乏一个理想的追求，精神上空虚，他就觉得找点安慰吧，又去啊夫妻。从这个意义上说，戒毒的问题我认为是个社会需要综合治理的问题。我觉得呢，我们的戒毒病人吸毒病人到了社区了以后，进入社会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一个呢是要心理治疗，心理治疗使他自己有信心要戒好毒，同学朋友这方面都要做好。除了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关心他以外，更重要的要全社会来关心他。的确，戒毒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要完成从药物戒断到心理康复回归社会的三部曲。事实已经很清楚，吸毒与戒毒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来关注的问题。今天已不是国门封闭的时代，今天的现实生活之纷纭，社会问题之复杂，已使我们冷静地看到，今天的戒毒工作将比当年更为艰难。但是，一个在历史上有过难忘的耻辱，也有过禁毒成功经验的民族，能在这困难面前等闲视之吗？这个吸毒问题啊，中国人应该说是有很深刻的历史中，这个鸦片战争是咱们全中华民族大概都知道的一件历史性的一些大的耻辱，那也是由于这个吸毒引起。现在我们据啊不是很完整统计啊，吸毒有将近20多万，但也可能还有一点遗漏的一些情况，当然跟我们的人口比还是很小很小的小零头。我们国家应该说在吸毒方面还是做了很大量的努力，建立了跟我们叫药物依赖的
这个研究机构，还有我们叫药物医疗的治疗中心建立这个麻醉药品的实验室，这都属于国家级的这个研究机构。我们跟公安部啊，跟其他的有关部门一起共同来采取一些措施，叫解毒工作能够有效的进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说有办法，因为既然我们这个建国初期就能把我们那么严重的吸毒一扫而光，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条件下，在某些方面应该说比当时的条件还要好一些，跟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社会组织，医疗卫生体系的这个组织，跟街道啊公安部门配合起来的话，我们相信啊，在我们国家还是可以啊，不使这个毒品蔓延开去。实现这信心的基础，必然是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希望也必定是产生于这个过程之中。这个年轻人曾吸食过4年海洛因，如今成了一名在五里三乡备受欢迎的医生，他还免费为孤寡老人治疗。我们赶到时，他刚刚接病人回来。我吸毒嘛是86年年底开始吸毒，在边疆做生意，做生意嘛就是根据一些外边社会上的朋友呢，就吸上了。吸上以后呢，吸到了91年，到自己身份嘛，在过去还是很赚着钱的。然后呢，不一翻本呢，我就回家，派出所的同志们就叫我上戒严所，他戒了20多天。回来以后，我也就成家，后来我也就戒掉了。他们又帮助我来开启这个诊所。嗯，那还想吸吗？戒毒以后，当时嘛，思想还是相当难受的，还是想。到了后边嘛，就是大家也帮助的是啊，支持嘛，我又找着一份合适的工作做，我们就慢慢的就把它坚决不是克服掉了。到现在嘛已经3年，不想了，每天都事情太多了。现在嘛想正正经经做人了，到任何地方朋友间呢，根本人家不把你当做一种贼看待，这个就是自己应有的恢复一种尊严了。那我奉劝就是大家了嘛，不要吃吸毒哈啊。我有很多朋友，过去吸4号的朋友，他们死掉坐牢太多了，现在有些呢瘫痪双目失明，各种的了嘛都太惨了。现在吸毒能够断掉像我这种了嘛不多，个人找一种生活，使自己的家庭更是和睦，生活也无忧无虑的。原来我们糊涂一个吸毒青年，通过这个家庭绑架，社会绑架，我们派出所的绑架，那已经改除了。1990年开始吸毒啊，现在已经改断了3年。不是原来有个拖拉机他要去卖，是吧？卖了要吸毒，那么家里面给我打电话以后，我从城里面赶回来了。我当时骑着个摩托，在现在的电影院门口啊，我跟老远都看到他了。我想用摩托来把他撞死啊，我当时太气愤了。但是家里面也没有办法，是吧？这个最后呢又求助这个社会，求助社会呢也找到当时的糊涂派出所的领导啊，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然后到了这个宝山市禁毒戒毒所去戒了以后，去了将近3个多月吧，他基本上就盖掉以后，回来以后呢他没有彻底，我们家里也觉得头疼了，也有点灰心了。我从此我心灰意冷，我也不想管他的事了。派出所的几位同志啊，主动到家来做我们的工作，是吧？要给他温暖呐、啊，家庭和政府要共同配合来做好这件事。特别是派出所，是吧？在这里，这个小鬼得到这样的进步，我都要表示衷心的感谢，是吧？那你父亲就是平常对你是怎么样教育的？作为我父亲来说，他从小对我们这些子女呢都很严厉的。严厉，从我吸毒以后呢，他把自己的性格各方面都改掉很多，来迁就我嘛，各方面教育。我们吸食毒品的人是很鬼的，到处都跑了去。他们各方面发动人找我谈话呀，各方面劝说啊，到最后呢，我想我这样的行为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种危害，我自己也想通了。
啊，给我们神山参加。哦，医生社长。这位不愿露出面容的年轻人，三年前还是一名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如今不仅戒了毒，还担任了工艺分厂的副厂长。这里面的时间呢，由于工厂人不太饱满，生产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的假，这一段时间呢，再到社会上去接触的一些朋友，就沾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当时在戒毒所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考虑，就说社会上的话，多半的话，就像说，凡是沾染吸毒恶习的都开除了。后来我们厂里面研究了以后的话，对于这样的同志呢，我们不能推向社会，要耐心细致的对他帮助。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通过帮助教育之后呢，他也愿意这个彻底呢改掉他那些恶习。以后呢，就给他安排到分厂去当分厂副厂长。我见到联姻的话，主要是靠厂里的话，厂里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支持的话，鼓励，还有家人妻子的话比较关心的话，在这前提下的话，简单的，还有自身的信心嘛。我们听说这个吸毒者终生有复吸的可能，您认为您还会吗？不会的。啊，那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话，我的工作的话比较充实的话，最后满意工作的话，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的。这是我们龙平村的一门，过去是我们呢。我们村的这个吃毒医生，后来因为染上吸毒品的话，我们这边的政府噶，又把他叫回来进行戒断，现在已经戒断了，六七年了噶，是吧？是的，是的。他呢，从77年以后开始吸毒，就是吃四号海洛因，就闹得妻离子散，然后在村子里面再不下去了，以后呢就到境外去了。嗯。是靠帮人家打工，用自己割马场的收入呢换取一点毒品来吸食维持着，过得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是什么？他是经脉注射了以后引起自己发炎。以前嘛，当年工厂上面捡的骨头盒啊，捡走了他。我们党支部对他呢进行了，一直对他进行跟踪，啊，观察他的活动，防止他再往境外跑。跟毒烟接触，我们现在村里面的联户监督小组呢，党支部呢要求那这个邻居要对他进行监督，真的教育帮助。那么这几年来把毒品断掉了以后，7年了，家里面的生活呢基本上又重新搞好了。因为吸烟过后，他们家好像是什么东西噶都卖了吃了，所以家庭有困难起来。是不是？我们家就在那边。啊，你们就住在隔壁。嗯。那他戒断了之后呢？戒断过后嘛，他就那个也回来也像大家一样噶，勤劳致富，也就改善了生活。现在家庭生活好了？好了，基本上可以。在这些为数还不多的戒毒成功者的背后，不知是多少人的艰苦努力、呕心沥血，也只有这些被救出了深渊的人，才最深切地知道这戒毒历程中九死一生般的艰难。可是我们看到的还有更多更多的人们怀着一次次的绝望和一次次的希望来到这里，犹如站在岸上，站在船边，还在眼巴巴地期待着。儿子给。这是你儿子。是儿子吗？我来看娃娃，看孩子。马正，嗯。那你找个地方坐着等着。哈。儿子吗？儿子吗？哦，爬了，盖好耶。哈哈哈哈哈。好多了，是吧？对，来了。这吊台也爬。来一个吊。咋个盖着了？盖着了吗？一下盖砖了，是顶着盖砖。一下盖会砖。砖了，再也不砖了。吃屎了。哦，这是你吃屎了，屎给你压倒。你给孩子拿的钱。啊，孩子拿啥给他塞？他家皮鞋可是烂子了。啊，对。有刷了吗？有刷没有？两刷花的噻。那个。我拿了50块贴了给你噶，你地花得用，我们也还不来，可是了。你看那有烟，
天天不染染不进在哪的个。就是胃都不行了。啊，老咱听着该听的嘛，咱去早点回家，没耽误你们切菜，就是了。哎呀，儿子吸毒，你有什么看法了吗？不想一夜拿下，我咋敢说呢？这是第一次进来吗？第二次了，第二次了。之前来了一回。先生的五岁半的孩子还是转过我，丢了我，有娘有爷，有娘有父亲，没有人管。他那孩子，孩子他妈呢？他妈在哪里不知道啊？哎，他娘都吸毒啊，现在妻女自杀了。我七十几岁，我还是带着小孩子。我以为我拿三百多块钱的工资，我还得养着养啊，还得养着儿子。你叫我怎么说？我儿子出来，您啊再帮他一把吧，千万就是别再进来了，真是，真是。我不是把一把，拿着自己说。你看我年轻话说，我还能发挥我呢，哎，点作用啊。我刚才他说呢，他说现在话到期要交一千块钱，我说这一千块钱叫我倾家荡产我也没有。我的家里边财产，所以我说我出呢。叫人家收破烂去，收旧家进去，叫你把几位钱，给你帮搬走。那你们在北方呢，就这种事呢，还不太多，很少。在云南啊，比较普遍，花了不少钱了，几万块钱吧。我没有点本事，我光靠工资就他非把我吃死。他母亲打击大，他那个精神状态不太正常，现在说白了吧，就是。如果他能够划清界限，把这个东西断绝掉，把过去的所接触的朋友环境断绝掉，仍然是我的很好的女人。这一幕幕场景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这些受够了罪的亲人们何以如此善待他们。采访后我们明白了，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善良，不仅因为他们是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支撑他们的还有最后一个盼字，盼望他们这一次能戒除毒瘾，回到从前。那么我们呢，该有多少期待去做的工作？现在在这个禁毒工作上呢，讲了我们党委政府是重视的，公安机关是重视的，但是呢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你如果光靠公安机关这个警力呢肯定是不够的，光靠财政啊也是很难解决，而且这个戒毒禁毒啊靠专门工作看来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在全广西啊，我们有一些城市啊吸毒人员上万，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戒毒所。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呢，这戒毒效果呢就是有限度的。现在呢也有这个指导思想的问题，花在能够产生新的经济效益的那些项目是舍得花钱，花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好像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方面的事情呢都舍不得花钱。现在舍不得花钱了，将来要花更多的钱。我们做父母官的有责任担负起这个历史的重任，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民族负责。禁毒这个工作呢是没有更多的经济效益，可是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效益。如果说光抓经济不抓禁毒的话，那么我们经济建设这个大厦就会塌下来。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财政也不宽裕，可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就拿我们建设这个所来说吧，总共花了540万，其中我们地区投入了350万。我们认为花这个钱是值得的，非把禁毒工作搞好不可。戒毒工作的成败与否决定于对他重视程度的高低。我们欣喜地看到更多的人们正在为祖国的禁毒事业做着不懈的努力。看看今天还是比较顺利，戒毒所是一个特殊工程
一方面资金紧张，另一方面省委书记还要求我们加快进度，怎么办呢？就要靠同志们支持了。这个能够按期完成，就为咱们市里啊做一件大好事，市政府会感谢你们的。那么为什么像这样一个盖一个这样的戒毒所，要我们市府来出面来做开这个工作？对，戒毒问题啊非常重要。有没有解决这个戒毒问题呢？市政府已经开了，到现在为止这是第四次会议了。这戒毒所搞了很久了，为什么速度跟不上呢？就是缺砖啊、缺瓦又缺钢材，一直解决不了。财政局没有钱怎么办呢？说这个时候靠一个部门，公安再喊也没用。那像我们今天开了这么一个会议啊，就说他各部门必须支持，政府一牵头一出面呢，那么一通力协作，这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我的体会啊，这个解决戒毒问题光靠部门还不行，必须靠政府牵头。在这个大型戒毒所的建筑工地上，我们看到了戒毒工作的联手协作，这协作本身已让我们看到了它建成之后的效果。秘书长，一个戒毒过程这个全部完成的话，是不是必须要这么几家，就是公安、卫生和咱们的民政部门的通力协作？现在呢，根据这个吸毒的情况呢，我们这个主要是由公安来管理，因为它是强制戒毒。另外吸毒里面呢，它本身有些毒瘾发了以后有些越轨的行为，所以非得要公安来强制来办这个事情。那么卫生系统呢，主要是进行这个治疗啊，这个心理康复呢主要是民政。现在我们已经研究了，就是把这几家呢统一成立一个办公室啊，进行综合治理啊。另外呢，动员社会上面共青妇也配合我们做好这项工作。那么从云南的情况来看，戒断巩固率在10%左右，这10%应该说也是这几年努力的结果。我们的说法就叫做群众监督戒、基层组织戒、政府强制戒和依法劳教戒。治疗康复就是药物脱瘾、心理康复和社会巩固，是以预防为主。现在吸毒难、戒毒更难的问题，在短期内也很难一下子都能解决。那么为了减少吸毒的蔓延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防止新吸毒人员的滋生，能够防得住呢，这个吸毒总人数就能够有所控制。实践证明这一个是能做到的。是的，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是禁毒的根本，而它的基础是预防性教育，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痛恨，只有人人警戒、人人预防，唤起全民的禁毒意识，才能构成禁绝毒品的铁墙。现在您知道毒品的危害吗？知道。知道有什么危害？上瘾，会上瘾。会上瘾。还有呢？对，身体不好，对身体有害，还有对家庭生命危险。我认为就是这个，在这12岁到17、18岁这个阶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就是搞在学校嘛，对青少年学生嘛进行这个禁毒知识的一些宣传教育啊。另外呢，我们开办一些展览，把一些毒品的危害呢，在到各地啊。进行巡回展览，使群众也是青少年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抓了几年，有一定的成效。这次呢是56万人口，是全地区最大的一个县，跟我们人口最多的一个县。我们的边防线有100多公里，对，为什么没有人吸毒？主要是我们党委政府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56万人口没有一例吸毒吗？没有一个人吸毒。这是经过什么样的？我们经过多年多次的调查都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对宣传方面的抓得比较紧，特别我们对这个青少年的教育啊，从小学3年级开始，人们已经共识了，吸毒的危害大家都懂了，我们可以到群众去调查。你知道这个吸毒地方有吸毒的吗？吸毒啊？啊，吸海洛因、吸鸦片有吗？没有。你看到这个咱们县里有没有那个关于不让吸毒的这样的电视教育片？有没有看到没有？我看过。看过啊？听说过金溪县有吸毒的人吗？
现在没有，没听说过。没有了，没有了。那每年那个咱们电视台播一些这个禁毒宣传方面的节目吗？啊，电视台啊，看的，经常看的啊，经常看到。啊，我们这个禁毒工作啊，取得效益，使我们这个作为生产来讲，逐年有所提高。那么我们93年了、啊，比91年是提高了，92年了、啊，提高了11%，总产值。94年今年预计要达到17000，也1700万的产值。对职工职力进行强制戒毒以后呢，使我们职工的家长安心工作。在另外一个呢，我们工厂的社会治安就得到了根本的好转。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机械的设备零件就不怕被盗了。那我们的生产就有保障了，我们生产有保障了后，我们职工的生活才能有保障。你看我们在这里训练的都是3、4岁的这个青少年，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禁毒啊，一方面是影响健康，另一方面呢直接威胁到我们体育的发展。我们在这帮青少年这个小孩当中啊，都经常对他们进行这个毒品呢、啊、危害性的教育，像这个世界球星马拉多纳这样的名将，都因为这个吸毒，这个名声这个很臭，不仅仅影响这个他本人的这个声誉啊，同时对一个国家，对一个这个球队啊带来的危害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企业家，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充实自己。因为我们这一代刚好赶上这么好的时代，政治又这么宽松，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所以我们赚了钱之后，我们不会乱用，我们用到我们自己的事业上，所以就不会精神上就不会空虚，不会去吸毒。当我们的禁毒事业已开始取得成效的时候，当这场艰苦的工作正在深入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应关注还在苦海中挣扎着的他们。没有吸过毒的人不要再像我们一样的受害了。在这里戒毒的哪一个儿子不想自己的家里的，可是想自己的家里多来多关心自己的了。我希望大家我们戒除毒品也好，不要再用也别人路过来看我们就行了，不要再歧视我们，当下我们就一种腐败感，希望大家也能理解我们，跟我们搬走，能理解我们。我们摄制组在离开云南之前，观看了澜沧县歌舞团的这场演出，我们不禁又想起了他们。我们更在盼望他们能早日走上新生的彼岸，就像我们眼前这些年轻的姑娘。我们相信，不管有多少激流险滩，不管航程多么遥远，都不能阻挡我们再造的方舟。